不知道，你赶快跳，你赶快跳，你赶快跳，然后，撞到了。我朋友没关系了，也让他哭了，不然闹脾气了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。肚子饿了吗？好，你小声一点，哥哥在考试，然后帮你用。好，那你小声一点。哦，聊得好，对不起。放这边。Mm-hmm.